严尚、徐乃麟、曾伯恩，第一场好评加开，一张票2200，你不去？你先要去？你搞不够了。然后手中的三张票，有一张呢，就我妈临时不去了，现在在找看谁想要去。我亲人呢，当然就是免费送出。那如果是朋友呢，就半价出售。如果最后呢，真的没有找到人出售呢，至少我想应该还是可以找到亲人免费来看这场秀，看一下有没有有缘人，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看表演。哎喂，姐夫啊，严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伯恩跟徐乃麟。还是你想要去？还好啊，好啊，我再继续联络看看有谁想去。QQQQ， 哎，阿信，你等一下要去看表演啊？你有知道有谁想要去的，然后就没买到票了吗？好，然后刚刚已经请朋友帮忙去问了，然后这张票呢在二楼 F 排，我就想说以半价的价格出售，现在呢？我女朋友她爸妈要开车载她，然后我等一下就搭他们便车，可能也可以问看看她爸爸妈妈要不要，有没有人想要去听。但我蛮意外的是，我刚把我家人全部问过一轮了，完全没有任何人想去，送他们都不要。我邀请我姐，大姐说她要考试，我姐夫说她没兴趣，我爸说她人在外面回不来，啊，看起来也没有很想来。然后再来是我妈，我妈竟然说她要睡觉，就睡觉不想来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张票。这个我以为很火热，但好像就是同温层啊，同温层。根本就不接。有，他听起来。谢谢。好，那很诚恳来看。你说他们吗？哎，有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在 V V B I 区就是有个圆桌，那边全部都要穿礼服的。哇，太夸张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对啊，好夸张哦。为什么这么多？你知道延上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就是有点类似被出征的那种概念。哦，我考大会是徐乃麟是被攻击的人。徐乃麟应该不会生气吧？应该不会。他就是要来生气的。对，他就是要生气才好笑。他就是要来生气的、啊嗯。期待吗？期待，非常期待。啊，这是杯垫，不是这是贴纸。我觉得艺人们就会想到之后，就是都要都跟这个他们合作，他们曝光率很超强，而且不想他们号召力也超强。嗯，号召力超强的。我昨天还看唐崇盛的，唐崇盛也上那个狗屎接受，对啊，然后效果就很好啊。人潮太夸张了。等下8点要开演，然后现在入场人还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先到那边吃个东西，等下进去。阿信好明显啊，阿信有够显眼的。他没发现我。
。